我从没想过有这么一天，我会拾起背包，拾起相机，再度展开了三小旅行。还记得当初这个片段拍了三遍。前一天晚上寄住台中凯爱点的家，隔天的早晨，我背着我的 Gaston Luga Bitten 15寸径的黑背包，踏上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旅行。进了游览车，我准备放下我的 Gaston Luga Bitten 15寸径的黑背包。有人说想要喝高粱，但是我不能碰酒了，只要在后面找个座位坐下。雨一直下，游览车一直开，虽然一直开，但是我不晕车，真爽。开着开着，我们终于开到了看得到海岸的地方，里头在唱歌，而外头准备吃饭的时候，我只能说真香。香啊，这啊，吃完吐泡泡。干嘛？等一下干嘛？傻小啊啊啊！香啊，这啊，吃完吐泡泡。哇，我好像在清境农场看羊吃饭的。结束了这场闹剧，我们一行人非常普通地走往资本的森林游乐区。进入园区后，我背着我的 Gaston Luga Bitten 背包，准备启动无人机拍下大自然的美好。哦，我忘了提及，它是15寸经典黑。走啊走啊走啊，走了100万公尺的山路后，我们终于到达了可以望见群山、群岭、群青的地方。接着放出了无人机，拍下了这可能要在配乐和调色才显得比较好看的一幕。然而我必须说，空拍机所拍下来的好山好水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。而后我继续背着我的 Gaston Luga Bitten 15寸径的黑背包，离开了这个又热又绿的地方。你以为我会来入境吗？哼，想太美了。当然一趟旅行笨蛋是不可少的，就像这位在电梯口想读我们的凯爱铁先生。他怎么是你们两个？冷尴尬，他怎么是他们两个？呵，过了一夜，第二天其实没什么好陈述的，就只是看到了非常非常多奇特的物种。哎，你快撒！哎哎，猴子呢？哎，猴子哎，可以养。哎，你快撒！凯爱点呢？哎，可以养吗？你快撒！很高的瀑布呢？哎哎哎。而除了奇特的物种以外，我们也来到了难得清静的海。你为什么要救瓶子？你这样很丑知道吗？这样很丑你就不知道啊。而终于在游览车又开了一个多小时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韩市长与他的发源地。但可能是韩市长的魅力太大了，车上的所有人都睡着了。说一下我们在哪里啊，主持人。我们现在在高雄的博尔特奇。傻笑，我们下一趴见了。冷文创，冷文创，这就是所谓文创吗？人文创原来是这么廉价的东西吗？文创炸鸡，文创炸鸡，什么都可以套上文创，我跟你讲。这里面好像有厕所，应该有。来这里面知道，我走进去，我们要厕所就出来，超怪。好凉啊！走进了第一次来的高雄博瑞文创特区，真的非常有文创气息呢。于是我放下了我的 Gaston Luga Bitten 15寸经典黑背包。从宽阔的收纳空间中拿出了我的眼镜、我的相机，并且抓起了舒适的背带，踏上文青的旅行。可惜的是，这世上不是所有东西都很文青，像这个大概也与文青无关，
至于这个呢，大概也哎，你快撒哎，军舰呢？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拍下了难得文青文创沧桑的一幕。OK， 咔咔咔咔咔咔。哎，看到的是哈，这里是将近五平大的房间啊。有没有精品一点的描述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哦，吊打昨天那一间，真的是跟鬼一样。昨天那一间，那个红什么的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昨天那一间要形容的话，昨天那一间就是 Lucy 啊，这个就是团长。呀！妈的，昨天那个超硬的。哪一个硬？你睡起来。介绍完房间，当然也要来拍一下我的 Gaston Luga Bitten 15寸经典黑背包。光是放在床上，就显得高贵、优雅且稳。夜晚，我们走在曾被韩总机治理的空气中，准备前往人生第二次的女仆咖啡厅。而为了尊重美丽的女仆们不能入境，这里就以非常优雅、优雅、优雅、Excellent、Bravo、素晴らしい。优雅的倒咖啡动作来填补镜头的缺憾。而在离开咖啡厅之后，当天的夜晚男人们发生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。隔天骑上电动四轮车，我们游走于奇经的海边。当然我们是有遵守交通规范的。追撞追撞追撞我们真的有遵守。然而作为善良好游客的下场，就是遇到了爆胎事件。实在没有办法，在等老板开新车来的同时，我们就踏上了奇经的沙滩，开始了 Animal Planet。萨普呢？可以养吗？好像可以呢，好像可以的。大喊大喊，朝着大喊大喊！我爱马斯里，马斯里。This is a natural shampoo shop. He's finding his stick. Bamboo stick. 下不再执行他一个生态系常有的行为，敲竹杠。他在求偶吗？他在求，请问这里谁给他求偶？夏普越来越靠近他的笼子了，他要走入他的舒适圈了吗？笼子是这样，这个是不是？对。土著来了，土著还快跑，土著还快跑，跑！野生的夏普冲过来了。在活着观察完动物之后，再度踏上修好的四轮车，前往海景第一排。不用啦，等一下，海景第一排，多拍一下。被海风吹拂，被海风夹击，被海风灌满。一程当中，我们前往倒数第二站，安平古堡的外面的古堡。的里面，刚才有个小姐看到人家露营都赶过去，都你害的。好，最后一站，双麒麟牛乐不对，鸭子牛，哎，这里不对吗？啊，千桥谷牛乐园，不好意思，千桥谷扭牛乐园，还有水牛，还有 pickle， 以及 pickle， 以及更多的 pickle。pickle， 夜深了，人静了，旅程也即将告一段落。在散会之后，我搭上往高铁站的游览车，统整着这几天的美好回忆。当然能有这几天的旅程，也多亏了我的 Gaston Luga Bitten 15寸经典黑背包。它的外形低调而奢华，它的内装实用且美观。就算是放进了我的水壶、相机、铅笔盒、平板、脚架、小说、雨伞、酒精、卫生纸、眼镜盒、资料夹、行动电源以及毛巾，它依然屹立不摇，为旅行而生，为质感而活。这就是 Gaston Luga Bitten 15寸经典黑。啊，高铁开好快！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你在讲废话是不是啊？